上场的是戏剧一哥队，再度回到 ECQ 的江国斌，上回参加连一题都没答到就惨遭淘汰。虽然斌哥大气的说没关系，可是却苦了期待您上场的粉丝，这次可别让他们失望哦。饰演血池的林佑馨，因为提前在小学观众见落马，也意外让斌哥无法下场答题，这次卷土重来可要好好表现，否则斌哥真的要生七七喽。你可不可以告诉我，国斌到底是为了什么要把自己搞成这样？对呀、啊，他还跟林佑馨来。对呀、啊，对不对？他上次就是因 为什么呢？拜托很久，不是，是你拜托他，他拜托你。我拜托他。因为呢，因为小五跟我说实话，那一天他就刚好那两题不会，然后呢坐在下面每一题他都会，哎，奇怪了，怪了。所以我觉得我一定要挺他，一定要来血池。就是台子上有那个 OK， 对，那个台子一定有点问题。对，他的实力是 OK 的，对，不愧是当大哥一哥的，就一定要这样子，好不好？一定要的，一定要的。那你对于当时来杨浩如他们也是两题挂。我觉得他比我们棒了，因为我们那天第一题就求救，哦，这样吧，第二题就挂，求救还挂，他们也用求救，我第一题求救还过的，已经不然我第一题就挂了，对，不错，求救才到第一，佑馨也是好人， okay, 对，还让浩如很舒服，对 ，OK。你们三个到底要站到哪？对啊，脚不会酸吗？不，对不起，你们五个到底要站到什么？我跟你讲，我们是有最后的王牌杀手锏，一定要真的吗？其实前面我跟佑人都是随随便便的，不要再让了，好不好？不让了。那这一次，所以你们接下来不让的原因就是要派燕玲哦，那燕玲孤单曲的燕玲 ，OK， 他绝对是 OK 的，对啊 ，OK， 好，看好你、啊，所以燕玲出马，好，这边国斌佑馨，当然血池是先的吧，好，是不是？所以佑馨来吗？对，好，没问题。Okay, 好，或许应该大概可能，好，不一定。上次只答对两题的佑馨要对上燕玲，到底谁能胜出？来，开始预测，来看一下网友的预测，到底谁会胜出？哦，大家都，他们还是看好，哎、欸，不一定，还是看好，对，还是看好谁呢？哥啊。大家还是觉得对我们是有信心，是因为明杰跟有人刚才怪我了，我是网友，我都不会投给我们自己，对，这样吗？是网友对你们好，希望你们网友留在这，还要再看一下，是你看嘛，因为第一次以后。大家都国林姐，你不要再讲这件事了，已经好几次了。你有没有说他回家下次遇见你还会说？哦 ，OK， 我会讲到那个十点结束，将近一倍的数字，是不是？所以不能加油喽，应该是 OK， 不要让大家失望哦，真的不能丢哦。来，佑馨，决战六十秒，请念好啊，加油了啊，谢池哦，加油，准备啊，开始。3, 2, 1，请问2020年奥运在哪里举办？日本。闽南语“海堤”指的是什么动物？海豚。有台湾雕之称的是什么鱼？台湾五锅鱼。英文缩写 BTS 指的是哪一个唱跳团体 ？Pass。口香糖的台语怎么说？秋林藤。联想题，猜一个景点：云海日出、小火车。阿里山。成语“名落孙山”中“孙山”指的是什么 ？Pass。三教九流中“三教”指的是哪三教？儒释道。金城武术在台湾的哪一个县市 ？Pass。天才是一分灵感，99分的努力，这句话出自于哪一位科学家？安森。台湾最高的山是哪一座山？玉山。电影《赌神》中赌神的本名叫什么？高进。55+66等于多少？120。慈禧太后的姓氏是什么？伊和娜娜。嘿！哇！来，好强哦！来，完全血了，血死了！这气势不一样哦。哇塞！但是，有没有什么要跟大家讲讲？有没有什么跟大家讲讲的？讲台东。啊？有没有什么跟大家讲讲？什么讲讲？啊？海堤呀。再来嘞。台湾雕、啊，再来嘞，再来嘞。英文缩写，我讲过你多少次了？再来嘞。哎，没有啊，我这次再来嘞，再来。口香糖的台语怎么说？再来嘞。联想题，猜一个景点。再来嘞。云海日出小子，然后再成语名落孙山。再来嘞。什么？然后再来是什么？一个，哎啊，第一个踏上火星的探测器叫做什么？你有没有听到这一题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啊，不是，这题目在我们身上啊，对不对？啊？这个，所以不算。
不是，我讲过多少次啊？这个是最基本的东西。没有 ，OK 了，宝宝还可以多一题。所以我们哦，所以刚刚不算吗？不算吗？不算吗？哎，等一下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啊？为什么会这样？没有，因为刚可能速度 tempo 太快，你懂意思吗？ Okay, 我前面还提醒你，叫你好好念。对对对。所以要再一次吗？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不用了，就反正漏了就漏了，反正也答了很多了。拍谁？拍谁？哦，不要紧了，不要紧了。哎，小哥不要这么客气，现在直播。哎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们直播了，差点忘记了直播了。对啊，直播开玩笑啊啊！不是，你到前面，我念一次，你体会一下那个感觉。你到前面，你站着，我念一次。真的吗？跟你说念题目，对，要好好的念。好，那题目好不好？好，那我听一下哈。好。那我一样回答嘛，对不对？是，要不然的话，你说站在这主持人家，到时候出状况怎么办？好不好？好，准备啊、哦。好，请问陈汉典的生日是几月几号？七月六号。对，没错，七月六号，所以是谁要生日的 ？OK OK。所以。谢谢，不好意思，好不容易找到一个，一个可以找到一个梗可以进来这个蛋糕。因为我刚觉得我你觉得念得很好，你念的是很好，而且念的真的很好，不是，我找不到点说，汉典已经是这段时间里面念的最好的一趴，我找不到点说，要说你念的不好。其实我们刚刚已经那个想了你生日啊。但重点是你真的念得很好。对啊，真的念好，我找不到点数，你念错，本来是我生气的。本来是你应该要念到哩哩啦啦，然后呢，佑馨会很生气。是，但你念得太好了。是，所以只有我找到你中间漏掉了一题。小五哥，谢谢。所以刚刚整段效果好像没有出来，对。怎么弄？哎，汉典。哎呦，谢谢。对，汉典。生日哎，可是我有做棒蛋糕给你。哦，真的。谢谢。哦 ，OK。好，那汉典虽然昨天生日啊，但是因为今天大家在一起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来，许个愿望。希望大家呢，在场的各位都能够身体健康，然后台视 ECQ 我们可以继续的做下去，然后收视率一直保持第一名，好不好？ Okay. 好，那最后一个放在心里面。OK。好，那当然一样，我还在这，让我看一下，来，又先答对几题？十题啊！跟上次一样。对。对，上次国宾也是答对很多，他答对这么多，我都不好意思说怎么念的很烂，真的是因为他念的真的很清楚，哎，但是我真的漏一题耶，怎么会这样？我还没发现我漏一题，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，我们在想是怎么办？小五哥在 cue 我们，可是他答怎么 cue 啊那么多？好，来 ，OK， 好，那我们大家吃个蛋糕，先进个广告，吃个蛋糕，然后接下来再看能不能过十题，好不好？来，广告以后马上回来，来，汉典生日快乐！欢迎回到台视 ECQ 的现场。好，那刚才汉典的生日惊魂也过了 ，OK？ 哎 ，OK， 生日快乐，谢谢。那佑馨刚答对了十题，哇，很高的，厉害，谢谢。哎，压力山大，王牌十题应该没问题，好不好？我们应该还有第四位队员吧？对，还有，不是，你有没有第四位？我不知道，你们可能会第四次，还会有可能要上来，有可能，所以要加油，好不好？加油，好不好？来，燕玲，决战六十秒，请加油啊！背水一战的，这样我很紧张呢。好念啊，好念啊！这一 round 可能会挂掉哦。准备啊，开始。3, 2, 1。请问，2019年 G20 高峰会在哪里举办 ？Pass。闽南语“牛阿囝”指的是什么动物 ？Pass。网络用语“不哭不哭眼泪”是什么？珍珠。英文缩写 SJ 是哪一个唱跳团体 ？Super Junior。百香果的台语怎么念？联想题，猜一个景点：小瑞士、绵羊秀、青青草原、清静农场。成语“无下阿蒙”中“无下”是指什么？国家。Pass。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是谁？阿姆斯壮。宣导交通安全时常说“马路如什么生物”？虎口。南瓜的台语怎么说 ？Pass。赤道的纬度是几度？零度。十个小朋友排成一队，小五的前面有九人，请问小五的后面有几人？没有人。门里面站着一个人，猜一个字。Stop pass。一级方程式赛车的英文缩写是什么 ？Pass。好，时间到，来，紧张。OK。对，门里站一个人。想不到
门里站一个人，闪闪吧，对，闪，对，现在想到了，现在会想到，站在那脑子会一片空白，对，真的会这样。那男孩子大家会比较知道吧，就是一级方程式赛车，一级方程式赛车的缩写，英文缩写两个字 F1，哎，对，对啊，但是燕妮知台，哎，你不是出台语单古古，对啊，为什么每一个台语哎，古阿健是什么？古阿健就是。啊，古阿健是什么动物？古阿健，古阿健。那你知道高阿健是什么吗？知道，您知道，是您。对，高阿健是您，就是一只来自丘那的烤鸡腿。我高阿健啊，对啊，背还没有脚啦。我还没有，小牛不是吗？就牛牛的儿子。哦，原来就是小牛。对啊，对啊。我以为那牛肚是什么？百香果的台语是Skego。是 gay 狗哦，为什么百香果叫是 gay 狗？因为它打开有点像时钟，然后噔噔。你去看它的花，那个上面的，看起来有点像时钟。所以知道吧？他要来复仇，你看多厉害！对，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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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OK。好，来我看一下。好，也还不错，比前面两位都好，厉害了。对对对，还有七题 OK。好，那我们就要恭喜。国斌哥就哎，等一下，你们等一下奖金挑战赛，佑勋要先上。当然，对，你们的策略是，因为他从哪里跌倒，从哪里爬起。好 ，OK，OK，OK， 酷酷。好，他前面两题绝对不会用求救。好的，是吗？应该是这样吧。第一题求救，第二题下来。好，来，赶快告诉大家怎么参加。很简单，拿起你的手机下载 EC 直播 APP， 然后进入台视 EQ 的直播间，或者拿起手机扫描电视右下方的 QR code， 一样可以来答题拿奖金哦。好，不要忘记哦。那这个礼拜开始，如果中间答错，还是可以继续答题哦。来，欢迎两位，奖金挑战赛，请。奖金挑战赛规则介绍：奖金挑战赛一共有四个阶段，共八道题目，全部通过则可赢得奖金十万元。而线上玩家参与方式，首先下载一期 App， 进入台视一期 Q 直播间。奖金挑战赛每题皆可同步答题，就算答错还是可以继续作答。每题作答时间为十秒钟，直到现场来宾答题结束。只要你是答对题数最高的玩家，就可以平分对应奖金哦。好，那国斌跟佑勋两个人的奖金挑战赛，还是要问一下，那上次的悲剧不会再发生？希望我觉得不会了。好 ，OK， 好，那是因为这个样要激励自己一下。来，纪平文门槛啊，又来啊！上次我们上次六题耶，没有，上次门槛六题，但是我们上次达到两题。对，所以是所以呢，所以三题吗？还是你现在这样讲，我开始没有信心了。好吧，几题？几题？斌哥说，斌哥说，我说，今天我拜托他陪我。上次他六题嘛，两题，我们讲了六题，那这次看他没什么信心的样子，我其实我对我自己没什么信心。五题好了，五题可以吧？过五题，过五题，好，过五题，过五题啊，谈五题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好 ，OK， 好。那万一没过啊？万一没过，上次是我最怕喝苦茶，苦茶刚刚大家已经喝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是你。就现在换他最怕喝的啦，喝什么？他最怕喝的很奇怪。我觉得很好喝的杏仁茶，很好喝。哎，那个，哎，好喝啊，杏仁茶太爽了吧！杏仁茶叫处罚，那你处罚我好了。真的会，真的真的，也给我来一杯，我刚刚喝了一杯苦茶了，现在味道去掉。碰到杏仁茶或者是杏仁片，我会狂吐，他可以当场可能就会吐。他会当场狂吐，可能要准备有一个吐桶。不行吧，你这个太爽了吧？没关系，我试试看。所以。国斌讲说，他如果喝杏仁茶，最惨的会当场吐。哎，对对对对，好，那就罚你嘛，对不对？真的，对，好，那就罚你吐题嘛，啊，五题就不会了。OK， 好，可以了，准备好了？好，我还是要提醒你，前四题有一个球就可以用，准备了？了解。来，小学官，来第一题，请问，大家都希望自己长保年轻。身体健康，下面哪一种方法不是大家会常适用的方式？运动、文明星花露水、三餐正常、早睡早起，请作答。这个应该不用求救了，该不要求救吧？这个大家忍。但是我们的戏里面有文明星花露水可以回春呢。明星花露水可以，现实生活。文明星花露水，我的答案是文明星花露水。确定？确定。文明星花露水，标准答案。哎，请问你们那时候拍到文明星花露水，然后一转身可以回春，你们会不会笑？我们第一次会笑，但后面就麻痹了。哦，这样吗？对，对啊，要逼自己不能笑。那佑勋哥很厉害，什么都不会笑，大雕他都不会笑。哦，这样。对啊。OK， 好，来轻松过了第一题。来第二题，图片题，好吧？来，请看图片，仔细看哦。嗯。哦。
照片中这尊常出现在庙宇神案下的神明是哪一尊？风师爷、喵皇、虎爷、伏虎罗汉，请作答。我的答案是，斌哥那个球就留给你。啊、我的答案是虎爷。确定？确定。太好了。为什么这么有把握？因为我家常有拜风师爷金门的，喵皇其实我不太认识，伏虎罗汉我演过哦，所以我看下的是虎爷没错。好、哦、好 ，OK。斌哥。我相信他，因为他这么有把握。哦好哦 ，OK。他上次也很有把握。他上次是完全没有把握。有在他今天很有信心。哦 ，OK。有不同答案的吗？我觉得越喵皇啊，对啊，不是喵皇吗？真的假的？你不要扰乱。喵啊！你要听他们的吗？反正他已经确定了，没关系。陈锦锦，如果你选，你会选什么？应该是我就是回选虎爷，虎爷，虎爷哦 ，OK， 虎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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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标准答案，哎哎，那个没有吗？来来来来，恭喜，血洗成功了，可以可以换了，可以换了，终于过了两题了。什么？换你机会要留给我，留给你哎，所以前四题耶。哎，老公，老公，你去打两题啊，你去打两题啊。五六啊，这么你今天这么强，你这么快，国平。能下来，赶快下来好了，万一三次还是伤害，谁知道？你又站在这上面，大家都不知道，对不对？因为上次你答了这么多，就占六十秒。而且老公，你这两题有一次可以求救，哎。对，哎，这现在直播公开场合，不要叫我老公好不好？不是斌哥，有他吗？他不管在哪里有没有直播，任何场合都是叫老公。没办法，因为戏里叫习惯了。你被叫得很不舒服吗？不是，这直播呢？哎，专高观众朋友，对，会有人误会，人家会以为你是在拍戏。哦，没有啦，因为我们常演夫妻嘛，然后就戏里就叫习惯。搞不好人家出去就讲说，哎，他们真的是夫妻。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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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也要顾一下他的感受啊。这个点怎么会这样子？这句好来，国斌哥，你讲的太好了。三次两题，一个球球。好 ，OK， 准备好了？好好，来，钟学官。好。请问，我们台湾的本土剧创造了很多经典台词，那请问下面哪一句话不是出自于八点档的本土剧？那这个麻烦您用坏人的口吻帮我念一下好不好？好，来这四句。好，第一句啊，我无介意输的感觉。第二个题，想要入去 ，Over my dead body。第三题，你这个香槟多贵？第四题，今仔日你若无给我创好戏，明仔载你绝对给我创好戏。好，哎呦，哎呦，那答案呢？这答案就是想进去 over my dead body 啊。所以选择答案是就二嘛，想进去 over my dead body。对，这个要讲台语吗？想要入去。Over my dead body， 王世坚演吗？没有，如果就选，所以你是要选，直接选择还是要是？没有，直接选择。OK， 我觉得第四题好不好？我要求第四题，对这个我会。OK， 所以这题答案就是确定想进去 Over my dead body。是的。好 ，OK， 来一句。没错，我没有讲过这一句。其实第一个、第三个我都讲过，哎，我都讲过。但是第一个标准是那个另外一个啦。秦阳讲大本钟了，哎，然后今天不弄死我，明天就被我弄死。这第一句，我也常常在戏里讲。哦 ，OK， 好，那这题的答案是想进去 Over my dead body 吗？他们的一路往下过关吗？来休息一下，广告以后马上回来。好，欢迎你回到台视17Q的现场。那现场呢？国民面临到是本土剧的经典台词啊，是。Okay， 然后这四个台词呢，然后你最后选择说不是出自八点档本土剧的，你选择的答案就是想进去 ，Over my dead body。OK， 对对 ，OK， 好。那你有演 manga？ 我有演 manga。那最后一段熟不熟？这是。印象当中是那个阮经天，他有那个赵又廷，他有讲，今天你不弄死我，明天就是我弄死你。啊，所以我们讲错了，那我可以，你
对，因为刚刚应该是阮经天了，就他和尚，对，和尚，今天，对对，是他讲的，今天你们弄死我，明天就会被我弄死，就被弄死，他是不是邦嘎？漫画哦，里面的台词，他是哦哦重听，但是、他不是本土剧，我觉得小五跟你们好，不是吗？你们刚刚故意叫我用台语讲，所以用坏人的口吻讲，所以呢，我就会把那个把那句话也会直接这样讲进去。对 ，OK， 但是在这边我要讲为什么？第二就是您刚刚选那句什么俚语 ，Over my dead body。这句话，因为我们的题目是说哪一句话不是出自本八点档本土剧？出自这个意思的解释，那我觉得所谓的解释就是因为其他几句我不告诉你尴尬，就是说是那个剧里面原创出来的。那 Over My Dead Body 这几个词其实不只是大家都知道是王世坚王源有讲过，但是比他再早台湾有位民主前辈就郑南榕先生也讲过这句话。所以这个词他在本土八点档本土剧里面有用过，可是他也不能完全算是出自于八点档的本土剧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一题，对，标准答案。哎，所以所有的网友，你答的不管是《Shame Baby》《Over My Dead Body》，或是今天你不弄死我这两个选项，都可以算对。OK， 好不好？谢谢。对，就是要告诉他他的来源，所有这些东西，对对对，好吧 ，OK 啊，先吓我一跳哈，OK， 好刺激哦，好刺激哦，你还有一个球就可以用，有，用了用了用了，好，来第四题，一样图片题。请仔细看这个图片，这个图中这个鱼是什么鱼？红鲤鱼、红娘鱼、红木莲、红山鱼，请作答。那是求救了，这个、okay, 四个都没有什么好怀疑的嘛，哈。来，天使召唤还是朋友救援？当然那个、天使召唤啊。来，小 Q， 耶、yeah! ！小 Q， 哦，好久没有出现的小 Q，OK，OK，OK。Okay, okay, okay.哎，谢谢。好，怎么样？你等国宾等很久了，你本来要等右心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我从上一周就等到现在了。好 ，OK。好，来，你会给国宾什么建议？好的，小 Q 帮你用三去法。首先呢，它不是红鲤鱼与绿鲤鱼的红鲤鱼哦，也不是红娘鱼，剩下有两个，有一个跟兔子的眼睛很像的那个答案，应该就是那一个喽。兔子的眼睛，红木莲吗？所以你的答案就是对啊，红木莲啊，红木莲，因为兔子是眼睛是红的，对，好 ，OK， 小时候养过了，好，所以答案红木莲，对，红木莲，标准答案，耶，好，过了四题，中学关过了，接下来就最关键的大学关第一题，第五题，要不要换？换一下吧，对对，杏仁啊。继续啊！不用，因为信用，我怕你到时候你会喝、啊。就是你自己承担嘛。真的，快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好来，好。你喝杏仁真的会吐啊？会，他这么好喝的东西，你觉得很好喝？他觉得杏仁片还好，杏仁粉我没有办法。我去那个各卖场啊，如果经过那，我都用快步，后来就跑。所以杏仁粉你不行，完全不行。所以，等一下，你们准备的是杏仁粉吗？我一定要杏仁粉哦。对对，肯定要信任。我以为想到小吴哥这么好，好不好 ？OK， 你这题过了就没事了，对，好不好？没有求救了啊，撑一下啊，加油！来，大雪关，来第五题，请问台湾的洞顶乌龙茶非常有名，那请问洞顶看下面哪一个有关系？种植温度、种植地点。皇帝赐名，制作手法，请作答。哦，豆啊，真正豆啊，豆啊。温度、地点，应该不是。我感觉是皇帝赐名，既然无求救，那我就有啊。好，没关系，趁现在杏仁茶还没有来，还没有。皇帝赐名。不要偷袭我，皇帝赐名，确定？确定。好，后面如果你选的，我我觉得三种那个种植温度、种植地点、制作手法，其实我觉得差不多了。皇帝赐名，所以皇帝会学的，对啊。那既然没有求救了，有谁有不同的想法？有没有这几个选项？我觉得应该是制作手法吧。我们只有问那个其他八位，那个没有玻璃哈。来叶柔，你会选什么？我自己觉得是地点，种植地点，对。来国师，来秀儿，我
我刚刚直解哈，应该是温度。哦，为什么是温度？我不知道，就是从冻顶那两个字，然后冻了。哦，冻好像跟就是纬度啊或者什么有关。嗯，那跟种植地点有什么不一样？阿董，唔知啊，是唔是有这些？没有，种植地点高山茶。好，高山茶的话，温度会改变嘛 ？Michael 会选什么？啊，我吗？我也是觉得是温度啦。种植温度。对。OK。好，那反正佑馨选择的答案是皇帝赐名。是。对，有很多东西就因为皇帝赐名。那答案真的是皇帝赐名吗？我要先进一段广告，为什么？因为如果万一没过，我是不是问一下那个杏仁现场到了没？本座的，哎呦，如果过，很有可能继续迈向第八题。来，广告以后马上回来。回好，欢迎回到台视一七 Q 的现场，现场是国民和佑馨两个人的血耻之战。OK， 好，那当然比上次好多了。这次我们已经进行到了第五题，是，但这一题呢，也是刚刚讲到你们设定的祭品文，对，对，杏仁茶嘛，对，是，所以我们刚才从广告到现在，林永熙一直没有认真的待着，对，他一直在看外面，在看外面有没有杏仁茶，有没有白白的东西，OK， 好，那题目是洞顶乌龙茶很有名，洞顶和下面哪一个有关系？你选择的答案是皇帝赐名，是 ，OK， 皇帝赐名。这题的答案牵涉到一个人会不会在现场吐？答案是皇帝赐名吗？啊！啊！南种植地点，南投鹿谷乡的洞顶乌龙茶非常非常有名。OK， 那在鹿谷乡行政划分上有一个洞顶巷。在麒麟潭边的洞顶山，然后据说是因为早期先民很少有鞋子可以穿，到冬天的时候要冻着脚尖上山顶，所以洞顶那个地方的洞顶乌龙茶是最有名的。OK， 但现在看起来最有名的应该是杏仁茶，洞顶杏仁茶，对，来来来，来来来来来来，白白的两杯。绝对是 OK 的，非常好。这是冰的还是常温？这是产地值。哎，小玉，你连那个呕吐桶都带来了。呕吐桶，这个对呕吐桶我都为你准备好了。好点点。贴心好。OK。哎，姐，小心，我鞋子断了，小心。你看，为了你，小心，为了你，小心。哎呦，没有关系，你不用紧张。我不是你的。它真的是杏仁茶，没错，很浓。弄得跟法规一样。不，你先别这样。可是这样，你的脚有没有受伤？还好吧，还好。年纪大，从上面飞下来。他怕你赶快把它喝掉，对，他来救你啊。哦，来来来，可是他，不是他，我不是说你啦。啊，对，不是说你老公哦。我也很怕。佑馨，因为他真的，怎么办？他真的会吐。愿赌服输，愿赌服输。真的，愿赌服输。不，可以了，可以。好，来，我先，你先喝，我先，我先。没有，没关系，愿赌服输。奇怪，为什么杏仁茶会搞到最后？对啊，变成满清十大酷刑。对啊，这你，我们不能了解，因为我们喜欢喝杏仁茶。对，这个我们 OK。我也不敢喝杏仁茶。佑馨，你真的可以哦，已经 stand by 好了。天哪，等一下。我帮你喝一半。好，你喝一下，等一下我都要帮他喝。我先帮你喝一半。连一半都会吐啊？因为他看过，他一口真的，哇，他真的会吐。好了，马上量你放。哎，不要吵了。人家的杯子破了。等一下，先不要。倒多一点。OK， 这样你会吐蛮多的吧？这样子也会吐啊？会。他连那个方块酥是杏仁都，你这样都有可能吐。不是，等一下，那你要苦茶先拿来配一下，有没有？不，你等一下。你喝一口杏仁，然后苦茶压一下。OK 了。好，可以了。好 ，OK 了。这样都会吐。哦，来。哦。OK， 这需要用你的念力、意志力。苦茶，赶快拿上来！苦茶，他在发抖哎，我盯住。苦茶，把它压下去。发抖。不是，他真的会。盯住。他嘴巴在发抖了，稳住，真的还好，还是稳住，盯住，你看他的眼眶，对不对？因为他的眼眶泛泪，真的，那个痛到，
但是我觉得他这一个还是先拿着了，哎，万一待会正位开的时候又……而且他喝完为什么会发抖？他就是会，他只要一点点那个杏仁的味道，他就深呼吸，深呼吸，深呼吸。因为每个人体质上，那他因为现在有机器在照着他，所以他会盯住一下。哦，就跟酒醉一样，对对，不能在众人面前。回到家才会开始。哦 ，OK， 看到马桶他就吐。好，那我现在只有一个想法，你赶快弱坐，因为我怕你吐到我。对，好，辛苦了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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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还有奖金要抽出去。好好好，你OK哈？你OK吗？我可以。好，这可以啊。好，来，我们有3万块奖金，台式宝宝、一气宝宝。压住，压住。好，哪一个选一个会 double 的？你没有吐吗？没有，没有吐了，你选一个。一气宝宝吧。一气宝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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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 double 吗？反牌。啊！对不起各位，早知道就吐了，没有关系，早知道我就吐了。线上的朋友们，待会我们刚刚答了10题，我觉得今天应该没有人会超过我们10题，因为待会汉典会念的哩啦啦没有关系。OK， 好，来谢谢两位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